都是比较会，那真的是谢谢他。那我们介绍刘师母哈，刘师母也这次也一起回来。我们这段时间都有一个牧师哈，那他主要讲的信息是上帝的时间表。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。好，感谢主，很多老朋友啊，所以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。今天你来到这里真的是很有福气，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小心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所以我们今天读一节经节而已，好，再看一下我们那节经节，希望大家把它背下来，因为这是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。基础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，要从一楼开始盖。那这节经节就会成为整个人生往前发展很重要的基础。我们再慢慢来读，它有大概有三段，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这是第一段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对旁边的讲一下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好，第二句更短，来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，又将永生安置，安置不是随便放哦。是放得很好哦，安置在世人心里，啊，这是第二句，可以吗？可以了吗？啊，最后一句，停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看透。啊，所以这三句话，试试看，可以把它背下来吗？传道书三章十节，这对一生太重要，太重要。过呗。好，跟你旁边的背一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请牛先把它荧幕黑掉一下。传道书三章十节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，神至始至终的作为，人无法。不能参透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时间表。你有没有时间表？有，你的时间表，你的 schedule 写在哪里？手机、电脑。国家有没有时间表？有。所以人事行政局每一年到了年底的时候，他要公布什么东西？大家最关心的，下个年度的假日，这是你最关心的假日。所以一个国家要运作，一定要有时间表，一定要有行事历，就是还没有到，我已经决定那个时候要做什么了。那所以呢，很多人就很忙碌啊，所以要约一个讲员，有时候你要约，不仅是约一个比较忙的讲员的话，你要约的话，他跟你讲说，哦，对不起，请你排我两年以后啊，我就比较少这样做。虽然我的时间表是排到明年，我实在是不太想排两年、三年。因为我会觉得那个两年三年我都还没有度过，那是我们要的未来，怎么现在已经全部用完了？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，因为属于你的就是你有权决定嘛。可是当你的时间表全部都不合，满满满满满满，你未来十年的每一天的时间表都排满了，你觉得是好事吗？不是。所以这样听得懂吗？给神造万物各按其时，可是上帝并没有把你所有的时间表填满。可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是上帝有计划，神造人是有计划。这句话为什么对你很重要？你如果没有这句话的话，你怎么晓得你出生的年代？你怎么晓得你出生的地点会不会是一个错误？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生不逢时啊？华人最会这一招，生不逢时，遇人不熟，所以怎么办？就跳下去跳河啊！因为就觉得如果我活在另外一个时代，那该有多好，是不是？各位姐妹们，干嘛减肥啊？
那是生作时代还是优势的错？生在唐朝，你是什么什么女？美女，因为唐朝是女生有肉才叫美女。你生作时代，所以不是你不美，你是生作时代而已。你讲这不是废话，没有意义吗？很多人埋怨自己生作时代，很多人埋怨自己没有人赏识。你说怎么样？他是没有很多事情。圣经告诉我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。请问谁的时？上帝的时。所以基督徒明白一件事：你之所以是你，你的存在是上帝精心的设计。上帝的形式与时间表面，人类达西，全世界这么多人，没有信耶稣的人无法想象一条命有多重要，无法想象。只有在圣经的真理里面，我们才发现我这么渺小，把你的屁股塞住就没办法活了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。但是你的生命在神眼中却是这么宝贵，这是用人的理性逻辑我们是没办法了解。只有在圣经将神的真理向我们表明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就讲一句话，说我们的受造是什么呀？奇妙可畏。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一个奇妙，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一个可以敬畏的。你有这种自我形象吗？没有吧。人与人见面一定赚多少钱？我问的是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发现，没有圣经的真理，你真的你找不到自我的理由。可是这句话解答了所有疑惑：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，上帝的时间。而且后来还有一句，怎么说？各按其时，然后呢？说美好。所以你美不美？你很美啊！我们就说你哪里很美？你想得美。基督徒知道我真的。这样的生命观，这样的价值观，如果不在基督里面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没有价值的。因为你美，有没有人比你更美？有。你有钱，有没有比你更有钱？你厉害，有没有人比你更厉害？有。你去哪里找价值？你找不到价值。所以两个礼拜前，我在圣何塞，这全球华人最竞争的地方，不止华人，全世界最竞争的地方的湾区，叫西子湾。现代人说网络让世界变成平等，全世界在网络里面都平等的，而只是有一个中心点，从哪里开始的？西谷 Google、Facebook， 所有现在跟现代人你是脱离不了，你必须承认吧？没有手机你很难生活了吧？没有网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吧？就在那里。两个月前我去了一个高中。教会办一个演讲，请华人的家长，一大堆的华人，有一个办公室做办公室的团契，我吓一跳。我说，我以为只有在台湾我有机会做办公室团契，我以为到了美国，我很想做办公室团契，可是办公室都是老外，我做什么团契啊？他说，优生你错了，如果你到 San Jose 到旧金山到湾区，你绝对可以做团契。光我们这家公司里面的华人就好几百人。所以我们里面照样做团契，那是第一次，就是三月底第一次，叫做台湾粽子会，就是他请他的那些同事，很多都是中国大陆来的，然后请他们吃台湾粽子，他就订了粽子，请大家吃粽子，然后请一个人来演讲，我们在做职场的福音工作，那个地方非常竞争，竞争到什么程度？那个地方两所高中从去年到现在，已经死掉十几个高中生，全部都是自杀。里面40%是华人，光今年现在才几月？4月初，对不对？光今年死了3个华人高中生，怎么死？他的死法是非常恐怖的，就是他完全没有存活的机会。就是他们学校门口有一个平交道，他是火车来就冲出去，就这样，所以完全没有存活的机会。甚至人家派人守在平交道没有用的，火车来冲出去，你怎么可能阻止他？你只能阻止卧轨躺在那边等。他不是躺在那边等，但是火车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，他就突然冲出去了。那些孩子请你功课好还不好？你认为功课不好才会自杀吗？你想错了，功课是好的，功课不好的他很难自杀。
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嘛，反正那你要怎样啊？而且反正工作不好，我去找别的事情玩嘛。谁压力最大？工作好，优秀的，能力强。为什么？太竞争了，你能想象吗？你们全班所有人爸爸都是博士，唯一的差别是几个而已。你能想象那种日子是很好过的吗？你能想象你在全班这种环境里面，有一天你想到自己如果不能拿到博士，那你是不是世界末日？你就是世界末日，因为在你的圈子里面，所有的人理所当然都是博士，压力大不大？大，全班都自优生，压力大不大？大，因为全世界最厉害的大波音的工程师全部集中在那边，他们还在那边工作，压力大得不得了，尤其。因为华人，尤其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口太多了，政府华人，你算什么？你聪明，那比你更聪明的多的是呢。在农村第一名，拽得不得了，我全村第一名。后来发现，怎么到处都有全村第一名啊？后来发现，全省第一名，全省第一名，大陆有多少省啊？你什么了不起啊？所以现在以为自己很厉害，等到他出来到了美国，所有厉害人都在一起，突然发现 ，I'm nobody。我根本就不算什么，他的生命价值在哪里？可是圣经却告诉我，圣经说神所造的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所以也是保罗，他在使徒行传看到现在在拜神，那拜的神呢，没有名字，没有名字呢，可是有一个笼统的称呼叫卫士之神。保罗很着急说：“你们怎么拜这个神呢？你们不知道这个神，你们不知道只有这个神吗？”唯一的真神，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了，保罗是他们介绍这个神，所以保罗在介绍这个神的时候讲了一句话，说这位神从一本造出万物，并且定了他们的年限将近。好，我们用白话文讲，请问你什么时候来世界上？上帝有没有决定？有，必须知道这一点。很多基督徒大概几十年不知道，原来我什么时候来，是上帝决定，是上帝设计的。因为这里说神造，什么叫造？造是有没有意识？有，有意识才叫做创造。所以神造，这个造是创造，而不是制造。制造可以没有意识，机器按钮一按，整个工厂哇，一次出来几千万个，那叫做制造。可是基督徒讲的不是制造，是创造。创造是每一个都是独特的，每一个都是神用心的。每一个都是神设计过的，所以今天你是在什么时代？你之所以是你，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人？请问这件事情是几率还是设计？是设计。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懂这一点，我真不知道你怎么面对他。人活着不是设计，你是基督徒，一定要清楚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不但是设计，神定人的年限相届，然后呢，他还说什么？他说他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啊，他们的家境，然后刚读的经说他有把永生放在他们的心里，所以神让我们在我们的角色的当中找到我们的定位。如果上帝没有为你决定这些很重要的原则，请问你怎么为你人生负责？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我们告诉年轻人，你要为你人生负责，我请问你他负什么责？如果你没有一个前提是说上帝定了每一个人，上帝决定你是谁，你是谁就决定了你该做什么事。如果你今天去公司上班，你说老板我要上什么班，我说你不会自己开的班，那一个员工把你叫来痛骂一顿，说你这人上班干什么，亲自员工干嘛，你冤不冤？你很冤啊！你说老板，你从头到尾我都不知道你聘我来干什么的，你现在为什么审判我？你应该审判谁？审判你自己，审判你自己。昨天晚上我跟年轻人谈，他刚刚把工作辞掉，他很难过，因为他做的不好。他做的不好是因为他发现这个公司不知道怎么聘的，他做的这个位置根本就不是他擅长的，所以他完全搞不懂，那你当时干嘛聘我来？公司只会骂他，就说你怎么做的这么不好，他很委屈。然后到最后一天，业主一起来开会，那是他上班的最后一天。他那天出门的时候，跟妈妈讲，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他跟妈妈讲说：“妈妈，今天我去一定会被羞辱，虽然是最后一天，我一定会被羞辱得很惨。”妈妈说：“我来为你祷告，因为这不是你的错啊！愿神的公义护庇，愿上帝与你神灵，就把我祈念。”
他去的时候，业主不知道，我们不能得罪业主，因为他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嘛。所以他的业主后来去问公司说：“说你们这个人是，你们怎么请一个这样的人？”那业主去问他的老板说：“你怎么请一个这样的人？”老板说：“对呀，还有我们请错了，所以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”那个业主就问这个年轻人，这个基督徒说：“你是学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学什么。”那个业主就问那个老板说：“你们怎么会请这个人？你怎么会请这个人？你们都请错人了。”啊，那个老板就说：“哎，不然的话，那你觉得我应该请什么人？”那个业主说：“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请另外一个有电机专长，而不是一个学化学的。好，虽然都有相关，可是他的这个角色应该是电机的背景多一点。你请这个人，他根本胜任不了嘛，他当然会离开嘛。你这样怎么留住人才？”一定是要问话，我聘一个对的人，而且我一定让他工作很愉快，我让他很了解他可以做什么，而且我训练到他有能力做他所做的，这个人就会留在我公司，我公司聘这个人才值得。这个弟兄说：“主啊，感谢你真的替我伸冤。那我请问你，上帝造了你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是你，你也不知道你来干什么。而有一天上帝审判你说你是糊涂虫，你不觉得你很冤吗？你不觉得上帝应该自己检讨一下吗？你怎么造了我，把我放在错的位置上呢？害我活得这么苦。”那是上帝要检讨，不是上帝审判。当圣经说上帝审判你的时候，就代表上帝是把你放在一个对的位置，你的性别不会错，你的姓氏，你姓李、姓张、姓陈、我姓刘都不会错，你生的时代不会错。你有五千两、两千两、一千两，你有五万两，你有五两，这都怎样？会不会错？这都不会错，因为如果是错的话，这种现在的条件错的话，是怪谁？是怪上帝，不是怪你，这不是你的事情，你不用难过。所以我们当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前提：说神造万物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上帝的创造不会错。所以基督徒是要相信这个前提。我虽然很多地方比不上人家，可是我的存在是上帝一个非常精密的设计。神设计我什么时候来，神设计我什么时候走，神也设计我五千两、两千两，这就是我。所以基督徒读圣经就会读到说：“我还没有出母腹以前，你已经认识我。”而圣经里又读到说：“上帝说我非常认识你啊，认识到什么程度？你的头发。”上帝都数过，这有点夸张。请问你洗澡的时候 会掉头发？会嘛，对不对？随便掉一把，你试试看。今天晚上你去洗澡，掉一把，把那个排水孔堵住的时候，你把那一把拿起来，然后你数数看。你没办法数，头发太细，小小的一把你没办法数。上帝竟然说：“你的头发我都数过。”你问上帝说：“你怎么办到的？”上帝说：“因为我是上帝。”每当你说上帝你怎么搞的，把我设计在这个家，为什么我不像别人？为什么别人过目不忘，我过目就忘？对，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那种富贵之家，我就生在平民之家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你问上帝一切的为什么，你觉得上帝会回答你吗？不会，因为他读了圣经怎么说？最后那一句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，人更加多，不是上帝不说。圣经上并不是说神自始至终的作为都不告诉你，没有，不是神不说，是说了你也不懂。神要怎么跟你解释？上帝为什么我要姓刘？他说我要怎么跟你解释？我可以跟你解释，可是你完全没有办法理解，因为这是一个太大的机密了，这是一个太大，这个运作太复杂了。请你，我到湾区去，我去参观。Apple， 我去里面以后，我去找了他们的里面的人说，找了一个柜台说，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 Siri 这么厉害？我问一个问题，他就会回答我，请你跟我解释，你觉得他能跟你解释吗？他没办法跟你解释，为什么？因为太复杂了。所以我儿子进去参观的时候说，爸爸，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手机，竟然要这么大的一栋大楼，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员工？而且每一个人进去，逼你只能在自己那一层，还不能去别层。哦，那个当年贾博士要开发的时候，是带一组人离开他们的办公区，另外找一个机密的地方，
锁在那边，把精力都锁在里面。为什么这么小一个手机，这么小一个手机，为什么要那么多人？在我们参观的弟兄就说：“比利亚，你看手机这么小，拆开里面任何一个晶片，任何一个软体，都是我们公司花钱雇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，日以继夜在跟别的人竞争所设计出来的。每一个人所看起来很简单的，为什么他的 GPS 导航会这么准？为什么他的这个语音辨识这么准？为什么他现在的智慧型手机这么厉害？每一个你所认为理所当然的背后，都是智慧的结晶。你呢，会用就好了，你不用再研究，超过你能力太多了，懂了吗？你问上帝，上帝，为什么我是男的？这问题很复杂。说为什么你是男的？因为这个牵涉到整个剧本，这个牵涉到我在你爸爸身上的计划，因为你必须是男的，搞死他，懂吗？你必须是女的啊，然后所以怎么样怎么样，人女的都是互相牵连的，两个男的两个累死了什么，对，这样子你才会成长。这个剧本，那你再说，那你去我爸爸，这个爸爸问上帝，上帝说这要从爷爷讲起。请问，这个世界，你之所以是你这么简单的问题，它的牵连这么大，你要上帝怎么跟你解释？所以圣经说，自始至终，上帝的作为，人怎样不能参透，不能参透。所以买一只智慧型手机，不是买回家拆开来研究的，不要再干这种事情，因为你不能参透，因为它高过你所知道的范围太多太多太多，你不能够参透。那不能参透就不要用了。No, 有智慧的人就是，我虽然不能参透，但我只要知道怎么用就好。我只要知道怎么用这个手机，让我的生活过得更方便，让我的生活过得更轻松就好。所以上帝的作为，你不一定能够明白，但是呢，最重要的事情是，你必须相信他，然后你过一个对的生活方式，这样就好。所以上帝有他的时间表，上帝做任何事情都有时间表，什么时候谁该出现，上帝像一个舞台上的导演。圣经说我们成了一台戏，演给天使跟使人看。什么时候轮到你出来了，什么时候你该下去了，神都在运筹帷幄。所以圣经有一个例子讲到，在以色列的国家有一个叫西西加王，他是非常好的王，国家治理的非常好，可是他生了病，神就派先知告诉他说，可以来啊，你的阶段性使命完成了，所以你现在准备，我先告诉你，因为你做得很好，就是因为你做得好，我才告诉你。所以呢，你的时间到了。啊，就是叫听完以后非常难过，他就跟上帝要求说：“你做得这么好，就可以连选择连任，拜托拜托，我做得这么好，那我再做久一点，岂非国家之福吗？”神说：“你确定吗？”他说：“真的，拜托你，求求你。”于是神就延长了他的。这就是宿命论跟上帝安排最大的不同。宿命论叫做命中注定，叫做命运，叫做不能改。神的计划安排可不可以改？可以改。所以我今天来这里讲到是命中注定的吗？不是，是我安排的。我只会有那一个周末，所以我就在想要去哪个教会聚会。我就安排了我心里中我觉得最有负担、最有感动的。我为什么这样安排？安排是因为我跟你有关系。如果我都从来没有来过你的教会，如果也都不认识你的这些弟兄姐妹，我会安排来你这里吗？不会啊，我都没安排，我干嘛来这里？为什么安排来这里？因为我自己的话，自认为跟大家很上手，自认为跟这个教会是有情感，所以打电话说：“牧师，我这礼拜来。”我这边在台湾，你们兴趣安排我来。我说啊，太好了，欢迎你来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安排？安排是因为有关系嘛，没有关系我干嘛安排？所以上帝安排你的人生，请问你跟上帝有没有关系？有嘛？上帝跟你什么关系？他是你天上的谁？父亲。上帝跟你不但有关系，有非常重要的关系。所以上帝安排在对的时间到对的地方，发生一些你认为错的事。比如说你娶老婆，啊，
是你要明白，基督徒就是相信上帝会给他排的是最适合，只是上帝看为好的呢，我们通常呢看为不好；我们看为好的呢，上帝也觉得不见得好。所以就有这个例子，西西家我跟他说，我活久一点是国家之福，他说好吧，那多15年，哇，他就好高兴啊。所以西西家多活15年，他会开心，开心。可是请问这多活15年有读圣经的人，请问是福是祸？为什么是祸？因为他病好了，开心的不得了，就广发英雄帖，请天下豪杰来，然后跟大家说：“哎，你看，我本来是要死掉的呢，本来要死呢，后来没死呢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多厉害吗？”请问这叫什么？这叫炫耀啊！为什么他会这样做？因为他没有读报纸，读到阿帕奇的下场，他不知道原来炫耀的下场这么惨。所以昨天我在论坛报写的文章就写。炫耀永远不是好事啊！财不露白，不要炫耀，任何东西不要炫耀。什么叫炫耀？就是我有，你没有，怎样养我，就只是炫耀。炫耀就是代表我很特别，我比你们厉害，你们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我有，嘻嘻笑了。你们时间大都会死，对不对？我没死。哎，而且我活15年，厉害吧？你知道为什么我活那么久吗？因为上帝觉得我做得很好。我们国家预算本来是赤字，我这几年转亏为盈。你们进来，我给你看圣经上记载。于是他邀请他的邻国来，把他国家的荣耀都给他们看，嗨过头了，对不对？你上阿帕奇没关系，我们不要知道就好了，不要放在脸书给人家按赞嘛。西西家老师干了这个事情，他在他的脸书让大家按赞。那请大家来参观。于是巴比伦看到说：“哦，看不出来，我想说你穿的美术也没有什么名牌，没想到你保险库这么多东西。”于是后来巴比伦就攻打他的国家。这个例子再次提醒我们：你可以跟上帝要求改变上帝的计划，上帝也可以改变计划。可是改变计划的下场，谁要负责？你自己要负责。因为上帝给他说最好就收，你就偏偏要拍你光脸。你就偏偏一定要演，我说那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本来把机会给你，可是你没有把握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人生病了，可以为他祷告活久一点，可以。可是活久一点要干什么？你要想清楚啊！不要活久一点来遗憾万年啊！不要活久一点来晚节不保，这是我们要明白。上帝有他的时间表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。所以神说，你要对你的人生负责。为什么负责？神说，我先帮你定好一个范围，你有一个业务范围，所以你能负责。所以神让你有了性别，让你有了姓氏，神让你有了背景，神让你有了血型，神让你有了所有的这些才华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人多，有人少。神说，这无所谓，每个人只要好好的做你的就好了。所以每个人神要求不多，就是忠心又良善。你要忠心，做你自己，把自己的人生演好，这叫做负责任。怎么负责？如果神都没有给你范围，你每天都在抱怨，怎么负责？你能负责是因为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就是第一句话，就是人生要为自己负责的一个基础。因为神已经给了你，你就是你，而且神造的你是好的。所以只说开始，你一定可以的。保罗也是说，说神不招我们得到那个招我们来得的奖赏。神一开始说你一定可以的，我不会把难担的担子给你，是你的奖品预备好了，因为你一定可以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是因为你懒惰；不可以的话，是因为你不愿意做，而不是你不行。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的话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跟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因为你对生命还是充满了问号。你还是不懂到底我的努力能够为我带到什么样的程度，你都知道。可是有了圣经的真理，你就会知道上帝有他的时间，上帝做事情他有他的计划。我们只要按照上帝的计划，你不会失败。神不是照你来失败的，神照你先按照他的时间，他要做美好的事。只不过从始至终神的作为人不能参透。所以请问大家，
上帝的时间表通常比你想的快还是慢？因为人我们太着急，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。所以摩西他在王宫40年他受不了，他说我要看我的国受苦到什么时候，受不了了，革命起义，明天就干。于是他变成军打死一个埃及人，他想说明天就上头版，结果没想到真的上头版变成契丹，法老要追杀他，那是闹剧。他跑到旷野去，如果你是摩西，你认为你准备好，对不对？我准备好，我准备好，我准备好，各部位首长都说我准备好，可以执政了。结果等到他真正做的时候，发现他并没有准备好。虽然在旷野想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概上帝再让我延长3个月，应该就可以揭竿起义了。结果天知道他等了多久？40年。我每次想到这就很怕。上帝真的没有耐心。上帝说慢慢来，上帝说的慢慢来比你想的慢很多。因为上帝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所以上帝的慢慢来我们是受不了，可是上帝就是慢慢。所以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有没有常常在等待的，你的人生常常会不会觉得怎么会这样，觉得很不准。刚刚牧师提到我去到美国的时候，这件事情会让我很不准，非常不准。因为我从去年3月份去美国以后，我就看到一个上帝的时间点，我看到原来上帝把这些台湾人带到美国建立教会，原来是为了今天。我看懂了，因为美国的华人教会30年前上帝把他们带去干什么？带去赚钱吗？赚钱台湾不能赚吗？带到美国去赚？看不懂。几十年前我就有机会到美国去牧会，我没有兴趣。我说不用，台湾这么多的福音工作做不完，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做？我不懂。现在我开始看，原来需要时间。原来在几十年前，上帝已经知道，2015年到21世纪的时候，那时候全台湾的年轻人最需要的能力不是数学，也不是中文，而是英文。在全球化、在网络的时代里面，你必须要会英文，不会英文将来怎么竞争？我这种年纪，你7年级比我大的，英文不好，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，大家一嘴通啊。可是请问在座很多20几岁的，你英文不好，我请问你将来怎么竞争？我们现在在婴儿是抱在手上的，现在你在家里面你还是读国小的，你能想象他将来英文不好，他没有能力跟国际接轨，请问他怎么生存？所以当我在关怀台湾的下一代，我工作7年时光，我第一个心我说神啊，我们的孩子英文都不好，怎么去传福音，怎么去宣教？又不好处理，让 A 告，让他睡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什么，我能够为台湾孩子做什么？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件事情，我懂了。因为我先跟讲到，他说牧师住我家，住我家，一句话，每一个家都很大，每一个人都说牧师下次来住我家，我根本住不完啊。每一个人的房间4000、5000，因为当年去的时候，为了他们的孩子，为了养小孩，为了他的孩子有孙子，都买大房子。随便有4个房间、5个房间，现在孩子呢多大？孩子搬出去了，所以整个家只剩下谁？剩下两个老人。所以去阿刘师，你住我家，我去住他家，哇，好漂亮，这房子好贵啊！阿刘师啊，这当年买的，那现在啊，买不起了。我就想，哇，上帝怎么对你这么好？上帝来几十年前就来加州，就到圣地亚哥，就到洛杉矶。就到旧金山，就到圣何塞，就到纽约，全美国都有台湾人，这么厉害。我当时看，哇，那上帝为什么让这些人买房子呢？上帝这么早把他们派去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我懂了，为了今天。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，哎，你这房子这么大，他说对呀，现在孩子大，我们想说把房子卖掉，我们换小一点。我说不可以卖，为什么不可以卖？我说你们还搞不清楚这房子是给谁预备的吗？我请问你，神30、40年前让你们家可以买到房子，是为了30、40年后把这房子卖掉赚很多钱，然后你的那个墓地可以比较大一点？请问你
情是这样的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这房子，这些房间是为谁配的？哎，东西我知道了，这是为你预备的。我说我几年才来住一个晚上，上帝就让我们几十年来什么王昭君了，你们等等等等等等，就等个刘牧师来住一晚上，然后每天拜拜，然后说感谢主，这房子就为刘牧师预备的。你脑袋没有问题吧？所以你知道那些房子为谁预备的？为谁？你们怎么那么客气？就为你们预备的。当你们到美国去的时候，你们就住在他们家，我就懂了这件事情了。我就看到这叫做 internet， 这叫做全球化。美国的那些教会是为台湾预备，因为台湾的年轻人英文不好。昨天晚上那个年轻人，他爸妈带着他说牧师啊，为我们孩子祷告。他这个工作他也不是不努力，可是就是奇怪都没有找到适合他的工作。我说工作慢慢找，还这么年轻，二十几岁。我说二十几岁先把英文搞好吧。他说牧师我也想，可是啊很贵啊，到美国去学英文很贵。我说我给你讲一个便宜的方法好不好？他说好。我说便宜方法就是你到我教会来，我让你安排住在我教会的那个阿公阿妈家里面，寄宿家庭。我都跟教会人讲好了，我说我回台湾去招兵买马，就台湾来住的来挂家赫尔运动赫尔好不好？好，为什么好知道吗？我去了说牧师那教会要台地，好，我们是美国一大堆这种台湾人的教会，别带我们进来台湾，我们嫁命。我说你们可以上来看，如果你把人家开放给台湾的，不开放给屏东市教会的这些青少年来住你家，上来开放台地，你搞不清楚。所以你们的房间为谁预备的？你们喜欢讲台语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房间就是为台湾那些讲台语的年轻人预备的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神早早就预备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指示，这是上帝的时间表。上帝做事情真的是很奇妙啊！耶稣是哪一个节日死的？你知道吗？逾越节。耶稣可不可以别天死？耶稣可不可以中秋节死？耶稣可以端午节死？不可以，一定要逾越节。为什么？因为旧约以色列人过逾越节，杀了一只羊，把羊的血涂在门楣上，像我们现在的春联一样，然后旧恩就临到这些了。而谁是那只被杀的羔羊？就是耶稣。所以耶稣如果要被杀，一定要在什么节？一定要在逾越节，这才 match 旧约逾越节设立的当时的目标。所以耶稣一定要在逾越节死。所以请问上帝有没有计划？有没有按照上帝的行事历？好，耶稣复活根本不显现，耶稣说我要升天了，你们等候圣灵。耶稣可不可以直接升天，圣灵马上下来无缝接轨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，不可离开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圣灵预算没有那么多，你们如果离开耶路撒冷的话，圣灵来了以后他只会到耶路撒冷，预算的关系他只有刚才提给他只有来到耶路撒冷，所以如果你离开的话那圣灵找不到你。你开玩笑，为什么不能离开耶路撒冷？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记号，因为圣经上说有一天这个世界通通要过去，上帝带来新天新地，启示录说新天新地有一座新的城要降临这个世界，我们都要生活在其中。什么城？耶路撒冷。所以耶稣说你们只能在耶路撒冷，因为这要代表上帝做事有计划。然后呢，他们等了多久？耶稣逾越节时，圣灵什么时候降临？五旬节。五旬节就是逾越节过后几天？五十天，叫五旬节。那你知道五旬节在旧约它叫做收割节，收割节就是他们庆祝他们离开埃及，他们开始自己耕种，他们不再被罪辖制，他们是属天国的子民，然后他们栽种，过了四十九天，第五十天，他们要有一个收割节，庆祝上帝向他们丰收。更重要的事情是，这个节日是摩西到山上领受十诫的日子。而耶稣说，圣经上说，有一天人不再遵守这些诫命，神要赐新的心、新的灵在人里面，
所以十诫会过去，新的诫命刻在新版，不是刻在石板。圣灵要来代替，新的要取代旧的 ，iPhone 七要取代 iPhone 六，这样听懂没？所以，请问圣灵降临的时候，要不要这个节日？圣灵降临就是要在摩西领受十诫的这个五旬节、收割节。上帝做事有没有计划？所以你现在有耶稣降生是十二月二十五，不是？越来越多的神学家他们猜测，如果按照这个逻辑，耶稣应该生在什么节？这么黄金，代表十二月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上帝做事都有计划。所以我就去到美国，去年三月份去，我就发现，哎，我懂了，原来美国的教会是为了台湾预备的。因为现在每一年台湾呢都有双语营，就是之前美国的 ABC 回台湾来办双语营，所以现在屏东圣教会如果到了暑假开一个儿童双语营，请问那些双语又会讲中文又会讲英文的人是在哪里？在台湾还是在美国？在美国啊，这些人回台湾来，所以美国的这些福音队很喜欢来台湾，因为在家的时候阿妈跟他讲台语，通通不理阿妈。后来教会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要去短宣队、福音队，好吧。”然后就来，结果就来，来到屏东这个地方，大概广哦。经过两个月，待业绩包哦，一定会进步嘛。回去以后，阿妈讲台语，阿妈我听得懂，阿妈我再搞哦，阿叔哦，他们也再搞哦，我得去短宣队，那你都提阿妈来出题，你知道吗？这叫做全球化教会。所以这些北美的教会、加州的教会，他们就开始把孩子送回来了。所以你在这里开个营会，双语营，就让他们来。你们的篮球营全程用美语教篮球，人家来不来？来，传福音是这样传，这叫做全球化，全球教会都要合作。啊，我才懂，说上帝还真有耐心。为了这个计划，三四十年前就开始布装，就开始预备。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都预备了。他们可以说用心的回去，就找一些年轻人来，就住我家。所以我昨天晚上跟年轻人，就跟他爸妈说：“你们回家开会，你们讨论。”这个孩子买一张机票就到我那边去，我就安排他住在我这些会友家里面。请问品质会不会变好？绝对会。在家睡觉自然醒，你去住在人家家，你敢睡觉自然醒？太没品了。然后我就跟叫我弟兄说：“他住在你家，哦，你这里敢啊？”就尽量教他，你当年为什么来美国，吃多少苦，你怎么读书，当时怎么辛苦，通通讲给他听，听不听？听。为什么听？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哎，不是的，不好意思，做人家，我说不好意思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所以你住他家，你就得洗碗、洗衣服、抹地，做他的除草。请问这样对这台子好不好？家宝有进多少步？太好了，那个孩子去学。啊，不是学英文，我学英文很贵哦。学英文的什么科技美语，什么美语？暑假的时候带团去，在美国住两个月，缴了25万，你付得起吗？付得起。我说学英文啊，很简单，你去住在那个会友家，然后呢，我就把你带到那边的那个 supermarket。带他变成 shopping mall， 我跟你说，三个小时以后我再来接你。你去干嘛？练英文。那天所有的店员在里面都很无聊啊。那些店员讲什么？讲英文，因为他是美国人，对不对？我先问他一个问题：讲英文跟智商有关吗？讲英文跟记忆力有关吗？没有。你以为有？我告诉你没有。只要你是美国人，再笨都会讲英文。对。所以讲英文跟什么有关？环境，环境。我跟他爸妈讲说，不用花那个钱，你就是强迫他，就在那个环境，去麦当劳自己点，没有人理你，他英文一定会进步。为什么台湾人上这么多英文课，英文不会进步？因为讲错怕丢。现在你一个人，你怕丢什么脸？都没有人看，你怕什么？所以我们以前在纽西兰就这样干的。叫年轻人说你们来啊，他们是用不好，用不好来了就变好，是环境的问题嘛，又不是智商的问题。要去麦当劳怎么点？怎么点？我说
我们要学的是沟通，不是英文变好。英文变好是文法要正确，沟通是不用管文法，用闭眼暗塞，这叫做沟通。你要先学会沟通，再学会英文好，先从沟通开始。别惊啦，都给调回来，他去做大会了。那个，有点聊天哈，我说你那里刚聊，听下我报的，算是跟他关系，不会太没钱。他要想办法听得懂，哦，他公平嘛，买了工厂 ，OK OK， 老板。number one 那个一号号，三号号，好吗？礼拜一到礼拜六就 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hree， 就这样子。英文会进步，会，我告诉你，英文会进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怕丢脸，语言只有一个秘诀，不怕丢脸。为什么你不怕丢脸？不是你脸皮厚跟薄，是因为没有人看到。你就在说英文，你自己跟他打嘞，哦，自己跟他问。他说：“可是很多事不懂，你没有智慧型手机吗？不懂会拿出来查一下啊，哪类英文怎么讲？查一下啊，然后看上面，然后他念给你听啊，然后你再跟他讲啊，就这样啊，英文会变好。到美国最贵的是什么？住，住，住，住的问题，上帝解决了没有？解决了嘛，就怕你不来嘛。”这叫全球化，我说上帝我看懂了 ，OK， 难怪我在台湾认识这么多教会，我现在终于懂了。我在台湾之所以认识这么多教会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把这些教会里面通通年轻人全部引渡，引渡老师在这里，全部哈哈、啊，全部都把他们哈，也不能超度超度他们，全部把他们都带到美国来，交给美国各个华人教会，每一个教会弟兄姊妹家里面。我跟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我要从自己做起，我家要解难。可是我有困难，我自己就四个小孩，所以四个小孩，我至少我要五个房间。天哪，我还要接待，那我至少要六个房间。我说这个难度太高了，这不可能，这真的不可能。所以我们去了找房子的第一天，那个房子刚刚拿出来住，第一天我进来就六个房间。”我说哇，太棒了！我跟英文讲说，跟那个 agent 讲说，太棒了！我再找六个房子。他说你是干嘛？他想说什么时代了？你是开孤儿院吗？我说我是牧师。他说哦 ，OK OK， 难怪，因为这间房子就是韩国教会的牧师管。那个牧师以前就是常常带年轻人去短签，所以他们有六个房间。不但六个房间，地板全部都是木头的，所以呢，睡二十个、三十个宅一口，绝壁。你会发现神在做事，可是你知道我为了等这个六个房间要等多久？我去年三月去，我就决定我要去做这件事，很有意义，帮助台湾的下一代，不做下一代没有钱。我问律师说，如果申请通过签证多久？他说很快，两个月。就我等了多久？我从去年三月等到我今年二月一号才去，但等都等待的时候痛不痛？我的孩子要上学，我要住哪里？所有的问题，两百，你觉得上帝你真是太贵了？这么美的事，我看扎皮，我看肉你啊！神就奇怪的回答我：等啊，等啊，等啊！等到去年，我终于知道我在等谁。我在等一个人，叫做超级贵的员工。今天。自由日报、苹果日报，全部都要上报。我在等这个，我认识他吗？我完全不认识。去年有一天我在家里面接到一个电话，他的亲戚，哎，牧师啊，你不认识我，但是呢，我知道你关心运动学家。我说对，运动学家，我在你当中讲过吧？用人名，还记得吗？讲过用运动传福音。我说对，他说啊，我要去看曹锦辉，你可不可以？我说可以啊，我虽然不认识他，我说那我去干嘛？他说不会，曹锦辉打电话给我，说他想改过自新。那我想这种事情，改过自新不是经纪人的专业，是牧师的专业。所以呢，我希望你去带他改过自新。
来，曹锦辉今年二月在春训亚利桑那，我二月刚到美国，我就开车五个半小时到沙漠去，哇，真的是有多热，五个半小时看的风景一模一样，然后一路大概我都开160，因为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定速，一点乐趣都没有。我想说，开到五个半小时，我就可以看到什么东西。到了凤凰城，看到的风景是一模一样，就是什么都没有。我去看台湾小的工作群就在机场旁边，一直想跟我说，牧师，每天看着飞机回不了家，超心酸的。于是我说，凤凰城的教会在哪里？我开五个半小时，然后带衣服，我带来做的牛肉去给他们喂到。我说我不能这样干。网络上马上问凤凰城的基督徒台湾教会在哪里？我公布我的电话在上面，早上公布，下午电话进来。爸爸刘牧师，凤凰城我知道有4000华人教会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我说赶快来帮忙我照顾。台湾光今年就有20几个小联盟球员在美国打拼，要准备升上大联盟。每一年3月，他们都在凤凰城集训，所以每一年3月应该是凤凰城教会的运动学教育，你们就应该起来帮忙他们。把他们带去你们教会，光是印第安人队里面4个小联盟球员，3个是基督徒，都是原住民。他们说：“不是吗？可怜那样都没有车哦，啊，这边就3个人，就礼拜天的时候就阿妹就这样。”我说：“我叫教会来开车带你们去。”就这样，这叫做全球化的教会。上天做很奇妙的事。我在那边之后，上天就告诉我他的故事。我去花莲的时候，他没讲这么清楚，我只知道他要回归。我去亚利桑那看他，我说：“好啊，你能够回到大联盟，这是上帝给你的很珍贵的机会，你要珍惜。”就他今天报纸，他道歉，你会去看报纸。他道歉之后，没办法跟他讲一个多钟头。前一天我回，就是我要回台湾的前一天，我说：“小曹，你现在是基督徒啊，你的心思意念要改变，你要的荣耀神。”你必须要承认你解的错，我知道很痛苦，而且在媒体在宣传他的面前，但不要认罪悔改。一个人只有认罪才是新造的，我要当你正常。所以我就跟他祷告，他谢主，让我今天报纸还看到他承认，他在媒体面前讲全台湾的全民认罪。其实今天早上我在那边看的时候，我一边看一边很感动。这故事什么你知道吗？他告诉我说：“我说你33岁了，怎么会想要回来？前面上帝曾经给你这么荣耀，15年前他才18岁，15年前他签的签约金200万美金，15年前200万签约金而已，薪水都100万，现在这些全部花光了。大家从报纸都看到他的生活非常糟糕，太晚，然后跟很多女孩子，反正就是很多的画面新闻。”告诉我说，在他人生最落魄的时候，因为他从小是原住民的，他有去教会。他说：“有一天，老板跟我说话。”我说：“说什么话？”他跟我说：“我应该要认罪悔改，回到球场去服侍他。”我好像在听中国民间故事，你知道吗？我说：“然后呢？”他说：“那天晚上我就做梦，梦到我从小过一些打棒球的孩子，梦到我的队友，我起来很感动。”说我难道还有机会吗？台湾是已经封杀我，他就跟神祷告说：“真的还假的？你不要戏弄我。”第二天又做一个梦，梦到他在美国大联盟的队友，他醒过来跟上帝说：“上帝，你不要再跟我开玩笑。如果你真的要把我带回去，你都可以清楚一点。”第三天做梦，梦到他站在左手边，他说梦到他全身起鸡皮疙瘩，半夜醒过来，他跟上帝祷告说：“如果这就是你要我走的路。”他打电话回他几个星期的，然后这个星期的就说：“是吗？你确定吗？我先看你能不能投。”所以就在去年底安排他在台中测试教球看来看，就问这位老兄5年没有投球，一投就投150几，因为球探看到下半说：“你确定这个人是没有投了吗？”所以后来他每回投得很好，所以那些网络上的那些年轻人很可爱。他说：“中华队练什么球啊？全部去卖面，因为超球过去5年都在卖面，傻逼傻傻的气都不敢用。”好，现在讽刺他，你都不知道这过程其实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。他很平淡，他是过街老鼠。然后我就那天带他来啊，
我说想超越，如果神会带你回去，再困难神就会带你回去。他就开始跟我一起祷告，他一祷告说，我就知道圣灵在感动他。然后很奇怪，这是上帝的时间表。他说，上帝让我的手背休息多年多久，所以现在我的手背很强壮。他回到亚历山大中心，我去看他为他祷告，我说小曹，你是要为神，不是为你自己。你是为所有犯错的人做一个榜样，就是浪子可以回头，就是错了只要认罪悔改，神会给你 second chance， 这就是你的使命。你要祷告神让你去，他说他就在祷告，他不知道他怎么会回去，因为这没有人知道，基本知道这个故事你都不知道，这个完全是内幕消息。他说他那天被叫回大联盟，大联盟的教练说，这个人以前在大联盟投过，叫他回来投给我看看。第六局一二六人，一人出局，教练叫他上去看看他有没有拿实力。他变成好发生了。我回到大连，我多久没有站在这里投球？是我自己把整个场子搞砸的。他才回去，他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真的希望你敢再给我一个悔改的机会。”他只投一球，那一局就结束了。他投一球，任何就打出去双杀，那一局就结束了。教练说：“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下去再上去。”又投了一局，投两个三振，一个高飞球。教练说：“不就那样吗？你再投一局。”他又上去一投，又投一个三振，然后被打一次安打，然后那个人再上来再投出去一次双杀，又结束了。报纸马上写，可是你们不知道的事情是，常常会在从球场回去的路上就在发生大事。他说：“上帝对不起，我以前怎么这么臭屁？报纸说我霸气，其实是骄傲。”臭屁，我以为自己很厉害。他说：“不是他，其实这都是你给我的机会，我没有办法把握。上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所以他整个道奇队军训当中最被瞩目的一个投手。哎，你开始报道他，可是报道他的同时，他的过去也就要被掀出来了。然后他最后一天就是上个礼拜六，上个礼拜六。我去一个台湾的朋友家在吃饭的时候，他说可以让我看网络，因为今天六点有转播道奇队。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当他的球探当他的经纪人跟我说刘师为小曹祷告，明天是他的期末考，投得好不好决定他可不可以留在大联盟。我说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我就把台湾的电视打开一看，竟然台湾有转播这一场道奇队天使热身赛做过一场。我当时吓到，我说上帝你不会吧，你这样作弊哦，你这样子犯规哦，你这样子做得太明显了哦。小曹说没有人知道他会回去，他是前天才被通知的，电视转播那是很早前就预定好的呗。上帝有没有时间表？有啊，确定有人还要出来。结果呢，先发投手投得很好，就很高兴，也太好，因为他是后援投手，所以先发打爆才轮到他。今天投手一个第五局换投手，第六球换投手，第七换投手，第八球换投手都没有他，我真的受不了，我就打电话给他经纪人说：“哎，这搞什么啊？这搞什么啊？都没有他哎。”他说：“因为他们最后一场带了很多投手来测试。”哦，他说：“祷告吧，能不能上去？只有上帝知道。”我说：“不可能啊！他如果第九局上来，那叫做终结者。你开玩笑？那我竟然不叫好花呀？”结果我把电话挂上，机器人在喊：“哎，你看没看到电视有一个画面，小曹在投跑？”我说：“真的假的？”第九局，曹什么上来？曹什么的春训投得非常好，那场球投得非常好，最后把那个人三振掉，所有人都哇欢呼，没有人想到他投得这么好，但是他并没有进大联盟，他被放到三垒。他的机器人说：“有点失落。”他投得这么好，上帝不是要带领他回大联盟吗？怎么没有？然后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，经纪人又打电话给我，牧师，哎，为他祷告，他不是三 A， 他放到二 A， 因为他们的投手太多了，太拥挤了，所以又把他降级放到二 A。我说，哎，不管几 A 了，反正上帝要他回去，就是有办法，你就等着看上帝好事就对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我打电话给曹显辉，我说，哎，小曹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你到了二 A。你真的不敢相信，我现在来的这个库萨这个城市，奥克拉荷马这个城市，就是12年前我从这里升上
大力感。所以当我就地重游的时候，百感交集，人生从这里开始，然后呢，从这里出来。他说：“哇，我真不敢相信上帝会这样做，而且我当年是在洛基队，我是在洛基队，而那支球队呢，两年前卖给道奇队，所以我现在是用道奇队又签回同一支球队，我就是从这里出发的。”我说：“上帝把你定为二 A， 有没有设计过？”有。所以记者大家就因为他那个第九局上场投完。所有的媒体老板都说：“你们今天采访大联盟，全部给我把他抄写了，顺便把他当年什么那个黑象事件、打棒水球，通通给我问出来。”所以打电话给我，说我现在压力很大，那媒体都要来采访我，都要谈过去。我们基督徒说忘记背后，就不要谈过去，你面前。我说你这叫做逃避过去。我说想法，好汉做事好汉。我说我是兄弟相全你，你从来就没有政治上的关系。我就说谁要带领你，我就跟他电话讲一个多小时，那我这个东西很难，知道吗？所以当今天早上我看了报纸，我也没有，这是上帝的事情。我用这个见证都相互弟兄姊妹，真的上帝的恩赐。当你人生最困难的时候，请你记得神的恩典，真的就得连累上他。上帝是有一个你看不懂的时间表，上帝都写我心里，你都不大不懂。上帝的意念怎样？高过神的道路。高过啊！那我把整个的故事告诉大家，也请大家记住啊，这是一条不容易的。可是为什么神要排斥这个人？因为台湾就是不给人第二次机会，犯错了没事。我们需要一个 sample 是他勇敢面对他的过犯，然后他可以再站起来。他会鼓励所有犯过错的人，我们都跟他说，重点是怎么重新站起来。所以我们就是为这样的事情站起来。所以我感谢主把我带到美国去，都一定要我要做什么。所以现在最后结束前一个请求，既然这个地方都是为你们屏东圣教会的子弟兵预备的，你们不用先派你们牧师师母去收证照相。是不是应该尽快派牧师去那边照几张相，跟我们那边的弟兄姊妹认识一下，然后之后牧师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你爸爸妈妈把这送去，牧师也知道，那挖底鬼，啊，那个是很好的。我们教会那些哦，都白夜哦，平均都70岁了，我那边底工，啊，他们好老，对，讲话尊重一点。王长老，啊，新竹中学毕业，直接保送台大，啊，李执事。去年中兴大学杰出校友，好、哦，杰出校友代表某某国博两个博士学位，每一个都是大人物，好不好？每一个都是很厉害的。你把你的子弟送去，让全部这些博士，我们教会还有人是在哈佛教书，不是读书。你搞清楚，上帝让很多优秀的台湾人。去那边预备地方，为的是今天我们这边座位左边这一排，为的是这些小弟弟、小妹妹，为的是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家。所以我想，你们真的可以派点牧师去。我做了一个训练募款，上面的制服圣教会，我遇到好多，说哇，你好棒哦。他说我兄弟以前是台中圣教会的、中南圣教会的、台北圣教会的，因为我师母是圣教会的嘛，听到圣教会就自己招人，说哦，我把新到我也慢慢看。我就想说，你们派公司去还可以顺便为健康募款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给1000块，10个人可以给你们健康贡献1000块，就是10000块。牧师带10000块回来放进银行，出来变成几万，知不知道？变30万，现在美金一直涨，30几万。所以你们牧师去，除了照相收证啊，看房间就是开房间嘛。所以为了不要开房间，所以师母要一起去啊，去收证。然后他们两个人去那边，顺便可以为你们建塔木啊。美国的弟兄姊妹神赐给他们很多，所以我认为北美的台湾的教会，他们的钱、他们的人都是为台湾预备的。他为什么要奉献给你？因为他的儿子回屏东短宣的时候，会不会住你家？听懂了吗？谁带他去逛夜市？就是你，这叫做全球化的。所以屏东圣教会是不是？
圣地亚哥，我那个教会叫圣地亚哥台湾基督教会，屏东圣教会，这个教堂是不是也是属于圣地亚哥台湾基督教会？是不是？是。所以他们奉献是不是理所当然？是。可是我讲跟陈牧师去讲也不一样。陈牧师去带着照片，我在看到我呀，啊，对，谢谢您啊，今晚上好，今晚上啥拜啊？但是我还有多个负债啊，因为我们是要，我们三十万是要慢慢的存，你们是拿一千块出来，在这里就会变三万，啊，这是魔术，你们不要想变的魔术，你拿一千块，我可以变三万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想我可以保证我们的弟兄跟他们拿来，他们都觉得很想回馈一下，怎么回馈？弟兄们一定帮忙，这是上帝的事情，所以今天用这段经文给大家鼓励，你的人生上帝对你的期望。你要耐心，你真的要耐心，啊，哦！不要一辈子就在那等等等。看一个会友九十岁，师母很好心，阿弟，哦，你这么晚嘞，你才刚高长回嘞，就好几年嘞。他怎么说？当你高长回在公司喂，我好没 sense 呀，好皮好皮。当你才刚高长回在公司，就好几年公司喂。当然是的，所以你们教会的长辈要不要去关怀一下这种年轻人去学英文？长辈要去干嘛？去陪那边的老人家，他很郁闷啊，流落他乡，对不对？你们教会可以好好练一下赞美操，哦，安排你去那边巡回。美国的教会通通是养老院，都是老人家，因为他们孩子都讲英文，孩子都去了英文的教会。所以要不要这些乡亲？我们弄个哈类似进香团这种，打开口播嘞，去平常会。啊，那哇，我说那我姓朱，我姓朱都蛮好。平常叫他来教会很难，去他那边住在我会友家，周末去哪里？教会。我们教会现在的青年工作就这样，为什么 ？Homestay。他说你那天去哪啊？不知道。说跟我去教会。我说刘牧师啊，我不好意思不去啊，对不对？人在屋檐下。就这样，他来，我说教会挺好的，然后就把他同学一带带十几二十个，我们的青年事工就从 homestay， 就从开放家庭，学生是学生打开你的眼睛，时代改变，啊，时代改变，所以就是这个圣灵要跟全球接轨，把你的孩子送出去，台湾可以三个月出去，他三个月再回来，他的个性会改变。他的语言能力改变，最主要的视野会改变，因为他会有国籍。欢迎每一位朋友都来，真的欢迎。我家虽然只有六个房间，但是我的会友加起来至少有六十个房间。啊，你不用担心，整个表演的台湾人的教会都是为你服务。这就是上帝的旨意，感谢。祝你做事合乎国籍。我们的受造奇妙的求主让每一个弟兄姊妹看到上帝的奇妙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看到我们活在神的计划中，不可以轻看自己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也求主赐福屏东圣教会，让这个教会是一个有国度观的教会，是跟全球接轨的教会。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，但愿屏东的儿童青年会因为屏东圣教会，他们成为一个有国际视野的人。好，将来成为被神重用的人，我们的希望都在那些年轻人的身上，那些还没有进教会的人都是你所爱的。求主来做一个祷告的工作的人。我们是属于神的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时间点，神的计划当中，为神的国，为神要我们行的道路，能够更扩展，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百姓。我们真的是很忙碌哈，但我真的是很谢谢他。他只回来一个礼拜哈，一个礼拜六，礼拜六礼拜天就要回去，然后明天开始就要去开会，要去录影。但是他把他这一次回来。为一个主日留给我们屏东圣教会，我们再次拍手谢谢他们。